阿中制作了最简易的风力发电机。这个是风力发电机，你看这 LED 非常亮。这靠我们拆下来那个汽车的那个风扇马达，它就把它做一个发电机，一个而且非常强劲的直流电。看，我现在风把它关掉，看看，现在把它关掉，就慢慢没电。这个两个风扇就停止转动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打开风扇，开始转动。因为这个，因为要把它稍微推一下，非常强劲哦，可以看到，越转越快，灯就越来越亮。甚至哦，这个可以用并联好多个LED 灯，这个也可以，你看，非常强，这么简单，简单的风力发电机，这个再试验是可以看，风关掉，慢慢就习惯了。两个我们那个汽车用的散热风扇马达，它这打开开始慢慢转，因为这个要用手去转动，开始亮，越快它会亮度越高，而且非常强劲的电流。这是阿中创作的，很神奇吧？最简易的风力发电机就是这么简单，发电就是这么简单，完成。